利特，这周买什么？这一周来买全联。那我们就开始咯 ，Go Go！ 好啦，那现在夏天不能缺少的是什么冰品？那我就介绍三款冰品。第一款是这个北海道草莓炼乳，草莓炼乳，对，草莓炼乳。这个我觉得吃起来真的蛮好吃的，就是蛮会再回购的啦。对，而且它也很便宜，也不贵。这个一盒有四支。对呀、啊。然后外面是脆皮的、哦，好草莓炼乳啊、哦！它的草莓会有一点微酸，不是那种死铁的，很好吃。那第二样冰品是一枚雪糕的台湾花生与巧克力。一样是四入组，这我就不开咯，喜欢的可以去前年找一下，很好吃。那第三款冰品呢是芒果青冰棒，而且它真的里面有那个哦，青芒果，生冰呀生冰的味道，很好吃，这个可以买。对，接下来这三款都可以买。好的，那再来是这个，相反了，白玉豆花，然后它里面呢会附一包糖浆，就是甜度你自己去调 ，OK。我觉得这个吃过一次之后就觉得很好吃，因为它的豆花真的是还蛮浓郁的，价格也不会太贵。那你们喜欢就可以去前面找一下哦。再来就是全联他们现在在推那个芋头季，就是芋头的商品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找到这一个芋泥贝窝卷，这大家都说好吃，所以我就买一个来试试看。然后听说里面是包覆着满满的芋头，而且是免的，推荐给你们哦。好的，那再来是饮料的部分。那首先先介绍的是黑面菜，这个杨桃汁，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吧？这个超好喝的，我觉得，个人觉得，而且它一定要冰，不冰不行，一定要冰才好喝。然后第二罐是这个蜂蜜气泡水。然后它还有出新口味，梅子口味的气泡水，所以这两个就推啊哈。再来是贝纳颂的经典拿铁，贝纳颂的咖啡是我觉得瓶装最好喝的，我个人觉得。再来是纯粹的重乳拿铁。这个也很好喝，我喜欢喝奶味重一点的，这个 OK 可以推。然后夏天到啦，就是要补充一些水分嘛，那就来罐舒跑吧。我觉得小瓶装的携带又方便，夏天到很容易就你知道晒晒晕倒，因为流太多汗。舒跑记得补充起来。再来是饼干类的。噔噔，大家应该很熟悉吧？这个小熊饼干四入组，它有
巧克力口味的，它本来就是巧克力，这是重巧克力，黑巧克力，黑巧克力，然后这是原味的巧克力，草莓，然后这是起司，起司口味的，起司口味，这条公公太可爱了，很可爱吧？不贵，才100出头而已。再来是乐事的糖心子口味，我觉得糖心子口味吃起来一点都不会辣，但就一点点点点点点的辣而已，很好吃。然后再来是这个顶级日晒甘味胡盐口味，这个也很好吃。我今天介绍的都是我自己喜欢吃的，然后我觉得而且都会回购的，那就看你们自己咯。再来是这个，这我真的是从小吃到大，有时候你知道没有吃午餐或晚餐的时候或减肥的时候，我都会买这个来吃，而且我喜欢吃紫菜口味的，它也有青葱，那我觉得紫菜口味是最好吃的，很好吃，对，而且它还可以帮助消化哦，因为它是苏打饼。好啦，饼干类到这边。再来呢，它算是盥洗类的，然后我觉得很好用，已经回购非常多次，就是这个狮王的宽。这样怎么讲？宽版的牙刷，它的头是宽的，非常好用，而且刷得非常干净。虽然我也有电动牙刷，但我觉得这个啊，在使用的时候真的是，它会帮你把那个牙齿整个包覆起来的刷，这太赞，难怪是。销售 number one， 非常好用，推荐给你们。最后一样呢，就是这个乐事的出游去，然后他这次做了 Life Friend 的折叠车饼干组。就拆开来看一下咯，然后它有这样两个颜色随机，我也不知道我猜到哪个颜色，但它的包装真的是超可爱的。一样，里面有饼干哦，有多利多汁，又是个美国经典原味，然后九州盐烧海苔，很多饼干呢，然后再来是这是什么？卡脆薯球海盐口味，再来是自然滋味海盐，再来是一样的，好多哦，还没拿完。最后一包就是多利多汁黄金起司口味。所以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包饼干哦。再来是拿到的颜色是，哟，锵锵锵锵，黄色吗？这算是米黄色，
然后它售价大概700多块，七百多块，然后就是加这一七宝饼干，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，刚好最近是普渡月啊，所以你可以买一箱饼干就有了，然后那个放东西的车也有了，也不用手上提一堆，那么累要死。那以上就是我的全年这周买什么，我的影片就到这边喽。那我喜欢的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追踪我的 IG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